这个还有吗，姐？这就这几套了，差点你不要，是不是？我眼光太高了，就是。你自己看看，跟这个比起来，比在一起不可比的，什么都没有对比，就是没有伤害。这套不要，这套你看一下，同样都是宝藏蓝黄，为何这个颜色大？因为这个的话确实小了一点，吊坠还可以，然后耳钉的话跟戒指就小很多。你这眼光又好，价值又你看治安宫啊，姐姐们，这个太阳照过来，好好看呀。哇，这种蓝红的三件套的话，我们之前卖了很多，这次的话我回来也是多收一点这种蓝红。没有了吗？只有这几套吗？没有，现在缺货啊，这有货货少啊。正儿八经的治安宫颜色真的好好看，耳钉有了，戒指有了，吊坠有了，就价格不知道多少钱。这是镶金品质的，这个到多少钱了，阿姐？这个我平时都能卖到1000多的这种。那你现在卖给我卖多少钱？现在给你880嘛，好不好吧？880大网红嘛，给你880，也能看到。本来卖1000多的，你看这种镶金品是吧？其实买蓝红的话，就是要买那种又红、种水又好、又干净、颗粒又大。然后像这两套的话，它是属于那种，这种就是属于那种橘黄色，它达不到那种正黄色。那但是种好啊的。对，颜色的话，它没有这个黄，但是它是另外一个色系。有的姐姐也会很喜欢这种橘黄色的，它颜色的话就是那种淡淡的，稍微淡了一点啊。自然工啊，我觉得这个有太阳照出来会更好看一点。没事嘛，你数下这里几套就拿几套，9套。这套你也不要，这套有10套了，不要了。哎那你880你就不要了吗？你就算580给我嘛，行吗？不行，这个怎么不能不行的？这个卖不了这么。我打包的价钱又不是单拿。啊，我知道，给你打包的价了，这个我都能卖到1000多了，我给你最少最少的价了。行吗，姐？行，那我就一起打包了。580，我爸不行，这个弄不了。这个都好看，你看这几套都很漂亮。差的不要，小的不要，就喜欢这种简单大气的，就580了，阿姐。这个不行，这个可以喽。最少了，现在做生意也不容易啊，就是给你做三件套的话，都是那种拿回去卖了就没了，拿回去卖了就没有了，就没了，就货难上啊。他们家只收到9套，然后我再去其他家转转，看看能不能再收到。就580了，可以，不行不行。哎呦，可以吧，姐？5220块。哦，你算过了啊，你快呀，三张。手机算了嘛，要快一点。我知道现在料子涨价涨得特别高。是啊，你们买料子也不好买。算了，打包了，快点啦。打包我也想打包啊，可以真的。哎呀，我帮你打包，我帮你做主。你看小的你不要。是的，还给你磨磨唧唧的，直接打包，我给你转钱。好好爽啊，转钱转钱。5520。不去了，阿姐。收到。这蓝红的三件套也是品质中最好的一种。颗粒干净漂亮，有这种的，有这个的啊。哎，没事，我不嫌弃的，只要能动就行。只要能动就行了啊。其实你转给我多少钱啊？5200。5520嘛。520不够吗？肯定是不够啊，怎么算的呀？580一套嘛，乘以9套嘛。不是800多吗？你怎么？哎呀，可以啊，姐，下次我请你吃炸酱面。大家不要忘记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这个三件套每一家都很少，而且的话能收一点算一点了，因为这种大颗粒的特别难遇，而且没有多少老板愿意做，因为这种一颗吊坠都值这个价钱。好了，我回家了。